这是功德协进会的姐妹们要为大家所带来的中东洞舞表演，也是由我们的理事长徐瑞珍徐理事长所来领导。准备了吗？哎，谢谢。 学姐，同学们为大家所来表演的中东舞步舞。那么目前我们的长青学院呢，在八德以及桃园都有分校啊，希望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有多方面的学习。 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到，其实各个舞蹈呢，各门各派都有它要学习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最高难度的呢，就是呢我们上半身的一个舞动，我们要如何上盘动下盘不动，或者是下盘动上盘不动，以及呢配合着非常强烈的拉丁节奏，在舞台上呈现出最棒的练习，就是靠平常呢学员们之间努力的学习，以及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来指导。 One, two, three.
的朋友，当你看到精彩的时候呢，不要吝啬了您的掌声，给我们在舞台上非常专业、非常认真为大家演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。尤其在今天所有的表演团队，通通都是赞助演出哦，每一位都拿出自己平常学习的经验，在舞台上来做呈现。功德协进会的同学们为大家所带来非常精彩的中东肚皮舞表演，谢谢。